exemplo.可以拉到这个弹性这个位置。然后用刀片把这个剪断，放在旁边这里，给它压一下。再给它两秒，可以了。然后触摸排线我们也要贴上。这上面是有温度的，所以它能粘得住。一样的，要热一两秒，可以。好，到我们的1580了。我们上面有两条线，两条线的话是我们压头的位置，我们可以把压头放在上面。看到没有？这是我们压头的位置。放玻璃的时候，我已经把镜头调好了。好，放到这个位置，真空吸附，把玻璃固定住。现在压头会压到玻璃的这个位置，然后排线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中间打开。把我们的 ACF 保护膜撕掉，看一下，我们调节一下这个 ACF 的高度，现在有点高。因为这个是石油机结构的，差一点问题不大。12秒直接启动，现在就压得很正了。好，我们再测试一下，现在显示牌已经压好了，触摸牌还没压。我们再测试一下这听力。好，现在是显示已经 OK 了，显示是正常的。好，可以。